我说你们俩刚才在外面叨叨半天，怎么就不说口令呢？这位大哥，还是师兄。我们这些人，罗汉堂，还真是自己人呢。师兄啊，你们这隐藏的太好，太精妙了。罗汉堂的装成是杀猪的，这么天才的主意，谁能想得到？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啊。 我们就是一直在这里杀猪的，尊师傅之命，正守于此。只要来人说出口令，我们就拼死相助。荣天剑派终究还是在我手中葬送了。咱们能逃过此劫？ 还管什么剑派？这一生，你我被荣天绑束的还不够吗？好，不管了，也没剑派可管了。往事难追，过往你与我相。 追无尽境，世事不凡，只有敢于四处漂泊的人，才有资格叫这个名字。所以我的一生，赌命、赌生死、赌未来，赌命运不公，生不逢时。我偏要二两破剑，击破三百金甲，赌生死无常，尘世浮华。我自己的生死我自己来定。赌未来可期，大业有望，我要守住门派最后的希望。 但只有他，我赌输了。我原本以为这世上的缘分是相遇的太晚不行，但实则相反，相遇的太早亦不行。我永远记得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站在花下，笑起了满面春风。只是后来，即使他一直在我身旁，也再不是一生一世，也再说不出那个回答了。年轻的时候。 我总在追寻那个答案，但在滚滚红尘中获久了，只希望江湖不再有杀伐纷争，世间也不再有痴男怨女。师兄啊，你们世代守在此地。 守的是什么不晓得吗？
不晓得。你们师父就没说点什么？说了啊，来人只要说出口令，我们就拼死相助啊。你们俩刚刚在外面一直在说自己是波若堂菩提院的，怎么就不说口令呢？不是，都快把我给急死了。不是，你们守在此地守的是个宝藏，你不知道吗？宝，宝啊！这猪就是宝啊！师兄，告。木谦兄，卓兄什么都不用说了，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不会变卦。我已经决定退出江湖了，我要那些东西已经没用了。日子还长着，卓兄以后总是要游历江湖的嘛，总坛可以不要，钱还是要的呀。还有那些武功秘籍，卓兄想要的，都还是你的。木谦兄，你的确是个君子，不过今夜辅佐司之远，我恐怕去不了了。当然，也祝你早日找到金坛秘藏。主兄今后会去哪里？我拿到秘藏之后该去哪儿找你？没寻，没寻吧。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，我一定请你喝一杯上好的雀舌。这杯茶我是一定要去喝的。卓兄，一路保重。保重。保重。走。你打算回梅寻？是，我少小离家就再没回去过，我快不记得梅寻是什么样子了。那咱们找个地方养伤，等你恢复了再去找门三刀吧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找门三刀？你从来不愿意欠别人的，门三刀今天帮了你，你肯定是想回去帮他做件事才能心安。他开始叫我卓掌门，我也叫他木青兄。谁说江湖和庙堂不能成为朋友呢？我还不懂他要做的事，但木青兄要做的事情，我想跟随。卓掌门，咱们还有事情没了结呢。伽罗，能否放我一条生路？再一次放跑你吗？如今我荣天剑派已散，我大师兄于幻界已死，戒律封印我已经给了门三刀，你我的恩怨就不能就此终结吗？终结？大功命案终结了吗？我师父的死终结了吗？今日不是你愿不愿意与我争斗，而是你荣天岭的弟子犯下重罪，你身为掌门难辞其咎。我今日必须要带你去归案。
所以你今日是一定要我的命是吧？是啊。当日大姑命案是余焕杰所为，卓掌门当初对此也很愤慨。荣天已散，天下已再无荣天了，可否请大人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，让我们能退隐江湖，栖身过平淡的日子？那我师父呢？我师父人在江湖吗？他是个疯子，关你们江湖什么事情？他就是退隐栖身过平淡的日子，你们在杀他的时候想过放他一条生路吗？大人，请饶了我们吧。霍邪，霍邪，你起来。我不起。不要求他。我不。跟你无关，不要求他。不凡，王家洛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但你记住，此事与霍邪无关，你不要为难他。不管有没有我，你要动卓不凡，都得从我的尸体上踏出去。今日我只抓成不凡，你若执意当我的话，以大清律例，当上。王家洛，要杀就杀。不行，成人之位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躲在女人身后，就算是英雄好汉了吗？霍邪，你走。我不走，我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王家洛，王家洛，快走！我不走。家洛，刚刚是你们开的枪。是。卓不凡和霍邪，你杀了他们？我杀错了吗？木星大人可以告诉我，一大清律例哪一条我不该杀的？大清律例你是该杀，可是我们说好了呀，他愿意把封印给我，他愿意跟我们合作，你总不能不讲江湖道义吧？母亲大人，你是大内的侍卫，你不讲法讲江湖道义，就算有法也该讲江湖道义吧？恕在下不敢苟同。我说过你那个女人有问题，可因为她是你的女人，我抓过她审过她吗？你该抓你该审，
你告诉我之后我去查了。林安静是秦于信奉麾下的间谍，我已经将其诛杀。王天宝，高官，我不是汉，我是必须遵循大清律例，自古忠孝两难全。清明法不也如此吗？今夜副都司我会到，快点有个了解吧。小时候你跟我说你的家乡梅群很美，你说要带我去的，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过。现在我们随时想去都可以去。我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里，所以我就一直想把你的家乡当成我的。那我们一起回去。就睡会儿吧，来，慢点。
不过我睡过头了，记得叫醒我。好，我教你。便是无兵马，犹有归时一段愁。王家洛，四十三协协军校。是。四十三协，丁宇，见过钟将军。龙池也算是我个兄弟，回山西后帮我问声好。钟将军的好，丁宇一定带到。好，你们都可以回去了。回去。他的事儿不是已经办完了吗？他不是要办大谷显牙的案子吗？现在荣天岭已经被灭了，凶犯全数灭杀，他还要干嘛呀？追查密藏应该不是你大谷显牙的案子吧？不是。四十三协的兄弟们，今天全都可以回去了。你把你身上这身衣服还给北洋。撤。丁宇兄，这些日子承蒙照顾，也辛苦你和兄弟们了，不让你们为难，回去吧。家洛，多多保重。保重。四十三协的兄弟们，撤！
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你带了几十个人，全都没能留下那几个中了毒的废物。明明是几个高手，在庄将军嘴里都成了废物了。我从来不相信什么高手，或许在过去还能有点用，但是冷兵器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。如果不是科技的发展，就你们日本那么一个弹丸之地，又怎么能强大呢？说正事吧，叫我过来做什么？我不方便去你的驻地，因为今早齐亲王到了泉州。看来钟将军已经知道，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算？直接说，你想怎么做？齐亲王来此多半是为了静坛秘藏的归属，但是我不认为他能逆转局势。但对于钟将军来说，多少还是掣肘的。所以这次我们的目标真的完全一致，让几个持有封印的人彻底消失，对你我都好。钟将军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你如果再犹豫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贻误时机。卓不凡已死，荣天岭被灭门，他遇险时是门三刀救了他，所以戒律封印很有可能已经在门三刀手中。王地堡那边的人我已经全都遣散了，他那边现在应该只剩他自己。哼，王地堡反而不重要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封印。那就杀了门三刀，你现在应该知道他在哪。来，喝点。我知道你在里边，出来吧。打不打？打什么打？那都是枪，你怎么打？举枪。红兄，你带兄弟们先走，他们是冲我来的。我凭什么要走啊？你们走了，我才好想办法脱身，不然一群人更难走。你一个人能行吗？走吧。我是很想走。那么多条枪，不把你打成筛子？知道了还不赶紧走啊？试试，说不定能有什么办法呢。什么办法？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这种情况下投降效忠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你就是门三刀啊？你是钟海潮？把你手上的封印给我，应该有两份，菩提愿一份，戒律愿一份。拿枪指着让我交出来。把枪放下，我只要封印，你把封印给我，我放你走。你敢用枪指着内务府二等侍卫，还敢索要朝廷物品，你还敢放我走，你定是要杀我灭口。你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我就开枪。你说的不错，我定是要杀了你。你要是不给的话，我就从你的尸体上搜。将军，钟将军。将军是我呀，我们见过的呀，我是 Lucky 呀。别开枪，封印在我这儿。你过来。
我一直被门三刀这个狗贼强迫挟持着帮他找东西。将军，你得救救我呀！封印在这儿呢。林浩瀚，你要干什么？看什么看？想让他活，就把枪放下。林浩瀚，你把枪放下。把枪放下。就是般若传人。谁过线，我杀谁。姓林，名浩瀚，林七谷隐，浩瀚无垠。当然，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 Lucky。Lucky， 按咱们中国话意思啊，就是运气好。福星高照，今天呢，我遇见你就是我的 lucky， 你遇见我就是你的 lucky。既然这么 lucky， 不如一起 happy 一下呀。多悬啊！对对对。这次要不是我反应急，咱们可就要遭殃了。哎，你怎么会被那些修成和尚的人抓起来啊？你看你，要是跟着我不就没事了吗？就我一个人，加上咱们俩一起上车，那么大一间包房，咱们就一路逛街、逛街、逛街，从上海到山西，怎么样？刘小姐，咱们一路同行。我的人品你是清楚的，我根本就没有人品，我只为钱，所以为了钱，我决定加入同盟会。这样，我就是你的同志，你可以把秘密告诉给我，然后我去帮你找到武藏，替你交给我们的同志，我们的领袖孙先生。请你坚信，黑暗是暂时的，黑暗终将被黎明打破，曙光终将到来。
他们呢？怎么就你们俩？明浩瀚死了。相信会有一个全新的中国。如果有可能，我希望他们能去到今后全新的中国。你若信就会有。我信。你若信就会去做。我会。母亲，我也会，我们一起改换天地。可我只有菩提和戒律封印，林浩瀚不在，般若封印，无双宝宝还活着。母亲，只缺绑地宝了。他说过，今晚会来浮屠寺的。来了，林老板呢？还没到吗？佳璐，咱们俩聊聊吧。聊什么？行，聊吧。
是朝廷的捕快，我呢是内务府侍卫。对，同样都是朝廷的人。你是达摩传人，我是菩提传人，我们也都是梅少陵的人。算是吧。这怎么能算是呢？要是没有师承，你怎么做捕快，我怎么做侍卫？大人跟我聊这个什么意思？啊，我的意思就是，作为弟子，是不是应该遵从师命？那是自然。那就行了。这个师命，但如果师命违背了朝廷，则是万万不可擅为的。大人，师门是家，朝廷是国，国当在先。朝廷啊，不一定就是国。道理是这样的，这个国啊，它有……木星大人，你怎么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？算了算了，不聊了。不行，今天聊清楚。不不不，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。我就是为什么要跟你聊呢？我就多余跟你聊，我就是多余，跟你个杠头有什么可聊的？来来来，打吧！为何要打？王帝吧，我跟你直说吧，净坛密藏是南少陵的，不是朝廷的。你师父、我师父都是南少陵的人，他们就是净坛密藏的主人。他们的意思是，密藏不能交给朝廷，要交给该给的人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既然是在大清的地界上，那就是大清的东西，不给朝廷给谁？谁是该给的人？那些同盟会都乱党吗？梅三道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脑子坏了？我看你脑子才坏了呢。你知道老子当年是干什么的吗？老子是先帝身边的带刀侍卫，上书房行走。老子当年就跟着先帝一起变法，你知道变法是什么吗？是改换天地。老子当年就是搞过革命的人，如今同盟会也要革命，也要改换天地，老子就是要把净坛密藏交给他们。梅三刀，你如此妄言一大清律令，大你大爷！你除了大清律令，你还知道什么？这几十日来，我看你有点本事，是个可塑之才，想给你一个机会一起搞革命。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，那好，打吧。之前你让我去内务部，我不去，你就说我不识抬举。幸好我没有跟你同流合污，不然我就是不知廉耻。不知廉耻！伊尔根觉罗穆青，你预谋反，当斩杀！滔滔然，感受汹涌。